中国我所采取方，背着他的文明行走一生。中国人啊，我不知如何谈论你们，按什么标准，在什么样的时机说你们是人吧，然而你们分明投居人心，有人的罗生低在尘埃中，没有人的灵魂飞在云霄里。说你们不是人吧，一定勃然大怒，全然反击，非人里有仇生，也有贱民奴隶，要如何改定？三千年的历史足够清晰，邪的教训像一面明镜，没有一丝儿长进，回国之心。我对你们所遭遇的一切，前世今生的厄运不幸，以及灰暗不明的未来，只能说贼当于此，该有的报应。如果暴君是条毒蛇，你们就是腐美的草丛死地；如果暴君是条蛆虫，你们就是黄色的粪坑污地。贱奴和暴君本是一对舔血厮杀的孪生兄弟，带着天然的病毒把世界转移。然而作为中国人的我，又如何求人自我剥离开去，背着他的文明行走一生。